个呢，我是过来人啦，我是觉得还不错。然后大家猜得到我的年纪吗？15岁太夸张了。然后这个产品呢，真的帮助我呢。我本来你想看看照顾小朋友呢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是脸色是蜡黄色的，然后那个本来肝脏也不好，所以呢，那个看起来就很比较老。真的试了产品之后，现在还不错吧？嗯，好。那这个产品呢，很神奇。那我们的见证呢也不止一个，然后我现在邀请一个伙伴来分享。然后我当初认识他的时候，好像是去年的过农历年的时候，我去我的上线，就是那个林海心飞马那个办公室去看，就是开战。那我就去看那边的时候，我看到他，然后他讲话没有声音的，完全没有声音。然后我问他，哎，你是谁？然后讲名字听不到。然后我说你。为什么吃产品？他也没有声音，然后我以为他应该大概是不喜欢我，不想跟我讲话吧，然后我就不敢跟他讲话了，因为我完全听不到他讲什么，然后我只知道他来大概是有吃产品的。可是呢，那一次之后陆陆续续的比较有机会接触他，看到他是一个真的讲话很小声的人啊，原来呢也没什么自信心，可是他进来例会。进来我们这里的时候，我看到他是在这里一年，差不多一年的时间，他有很大的转变哦。他来看，他讲话越来越大声。然后上次我们在参会，我们班参会的时候呢，他讲 OPP， 哦，他那个声音我吓到哎，然后我觉得哎，怎么突然那么大声，又那么有自信呢？然后大家想要知道他的故事吗？想要借大家的掌声邀请我们的钻石二星刘慧阳。大家晚上好。好。那我今天大家想听普通话还是广东话？广东话。广东话，不过广东话就有少少不标准嘅，大家听得明就 OK 噶啦。我叫慧瑶啦，我咧其实真系因为家庭嘅压力引起我自己有忧郁症嘅，咁即系大家都知道啦，忧郁症都令个人啦吓冇自信啦，即系同埋咧都唔愿意去接触朋友啦，啊即系将自己匿埋啦，咁甚至咧即系严重嘅话都有呢、这个。想自殺的念頭啦，咁我曾經都係有呢個念頭嘅，都想自殺嘅。但係當我想自殺嗰刻咧，不過好彩，我又諗起我上面有腦嘅，下面有細嘅，我真係唔可以做呢個動作。咁咧，即係其實唔單止係第一次嘅，有好多次有呢啲諗法嘅。咁當我遇到我哋Protea呢個產品啦，咁我食咗幾個月之後咧。我又發覺我啲情緒啊，各方面啊，都慢慢咁樣改善咗。咁咧就仲有其實身體上面咧仲有好多嘅其他嘅問題嘅，但係即係尤其係憂鬱症呢個問題啦，真係改變咗好大好大。咁即係同埋嚟到呢一個公司啦，都改變咗我啦。咁讓我咧，即係都慢慢咁越嚟越自信啦。咁又即係笑容都多咗嘅。咁以前啊，我真係嘅，同 Elson 講嘢，佢問我真係好細聲啊，跟住我好記得嘅。佢話：你講咩？我聽唔到。跟住佢擺個耳仔喺我個口嗰度㗎，真係㗎。咁咧唔單止係我對佢，我對其他人都係一樣，好細聲，好細聲㗎。咁咧，我都知道我講嘢，咁我因為我覺得哎呀自己好自信，唔想同人哋講嘢，咁就好似淨係咪大個嘴咁啦，真係。咁咧有啲人咧就話：哎呀，我要睇你個口型嘅喎，好辛苦喎，聽你講嘢。但係咧就
嚟到呢度啦，我都首先都好感恩啦，我嘅介紹人啦，馮淑萍啊，都好感恩佢今日咧，即係佢平時有翻工嘅，佢今日可以嚟支持我啊，咁多謝你，同埋咁啊，多謝我哋嘅飛馬領隊啦、阮美鳳啦，不過佢今日唔舒服，佢就冇嚟啦，即係同埋。多謝我哋公司 Kason 公司所有嘅員工啦，俾呢個機會我。咁咧，即係我嚟到呢個公司啦，唔單止係即係用我嘅身體啦，即係得到呢個健康啦，同埋即係都改變咗我嘅家庭，尤其我兩個小朋友啦。如果真係我呢個憂鬱症咧，如果真係冇呢個 Potia 幫助，分分鐘。我都唔知會咁樣，或者我兩個細路仔可能會變成孤兒啊！咁樣呢個產品仲有我哋嘅老闆啦嚇，咁嚟到呢度，即係讓我可以揾到我人生嘅目標啦，即係揾到自己，知道自己嘅人生價值，同埋咧嚟到呢度。我都即係好開心，可以認識到咁多嘅夥伴啦，同埋咧可以去到好多嘅國家去，即係見到好多世面咯。我今日先好到呢度。